クリ台湾の本社に勤めるたかしです。現在の僕の最大の任務は、いろいろな台湾を発見し、世界に発信すること。私愛台湾だ。台湾の皆さん、あなたとの出会いが待ち遠しいです。それではびっくり台湾、行くぞ。さあどう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びっくり台湾びっくり部長のたかしです。さあということで、私たかし部長、現在ですね、なぜか会社の前におります。なぜだ。なぜ会社の前にいるんだ。どういうこと。今日のロケは、私たちの番組は、はい、100週がありますでしょ。あ、え ?100 行ったんだっけ、はい、え ?100 行ったんだっけ。知らないシャオゴーだよ、知ってるに決まってんじゃん。100、これだって多分100何話目ぐらいでしょ。今日は何回目、これが100前はお客様当たれ。100は知ってますよ、もちろん知ってますよ。リュンリンですよね、リュンリンの店長さんとお芋さんをね探しに僕行ってきましたので、はい、そこでね。で、何、今日100話目ですけど、100話目終わりましたけど、100目したら、1話目めっちゃ疲れたでしょ。え、何、めっちゃ疲れた。あ、めっちゃ疲れたよ、めっちゃ疲れたよ。新しいのシーツを作る、をあげるです。スーツでバーカバーカからこれ叩いて何、新しいスーツ作ってくれんの、はい、マジで言ってんの。出るよ。もう何、もうちょっと本当に、え、ちょっと今回は本当に嘘じゃない、本当に嘘じゃない、本当に、はい、嬉しい本当に。いや俺さ、この間ね、あの僕ミエンシェンを作りに行ったんですよ、カズキと一緒に。したらもう全身ミエンフェンだらけになっちゃって。でも知ってる、俺あの日クリーニング持ってったんだよ、シーフのディエンに大中央なお、ラオバンガンをしよう、つかブスシージョンマーウィスマゼマザンゼマホイゼマビエンザンなお、ガン大将をベイトンスアーゼル、それハウゼマビエンザン。貴重な体験です貴重な体験だけどね。そうでもね、まあ、スーツがちょっと汚しちゃったんで、ちょっと考えてたんですよ、なんかちょっと新しいスーツ買わ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かな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買ってくれんの、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びっくり台湾スタッフだ、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作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あ、もういい、デモとか聞きたくない、もうや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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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デモって。スタッフたちは予算が足りないだから、何、部長は自分で考えて、わー出た、うまっ、のパパガンバーバー、ガンバーバー、ガンディエ、ガンディエ君よろしい、お願いよろしいですか。お願いしてこいと、はい、ガンディエ、ちょ後ろいるじゃん、斜めの後ろに斜めプロデューサー、プロデューサーいるじゃん、予算が足りない、プロデューサーいる、ね、ガンディエ、今から連れてってくれるのね、オッケーオッケー、連れてってくれるのね、はい、お土産、あ、ガンディエに会いに行くの、はい、これお土産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ど、今から、どこに行くの、じゃあ どこに行けばいいの、どっち、こっち、私たち連れた、ちょっと連れてってよ、こっちに連れてってよ、ほら行くよ、ほら、ななみということで、新しいスーツを作るべくお土産を持ってパトロンの元に向かうことに、一体誰なんでしょう。どこ、台湾じゃあるじゃん、いや、シュンゾンさんちじゃん、いや絶対無理だから、ちょっとびっく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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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や、もう無理だよ、ま、いや、確かにね、知り合いだけど、シュンゾンさんは部長は絶対大丈夫、試してみる、俺にできない任務はないですから、俺がやるかやらないかです。はいよ、めっちゃ笑わない、やっぱり孫总さん。王子，你今天来干嘛？我今天没有录音哎，没有录，孙总来了。哎，等一下。哎，今天不是入台湾好吃惊吗？台湾好吃惊啊！对，台湾好吃惊。我没有听过。哎呦，忘记了，我睡着了。怎么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睡醒了再来好了。啊，好，OK，不是，我今天想要拜托你一件事情。啊，什么事？等一下，我可以进去吗？不吃饭可以了，吃饭你回去。等一下，可不可以我进去一下？啊，进去，好。可以，一下。我们对日本人要礼貌，对不对？感谢的是，哎，对不对？今天的我的干爹，
スンジョンさんです。スンダーラン、数々の台湾有名芸能人のマネージャー、通称アイドルの父。啊，来吧来吧，坐吧坐吧坐吧。お邪魔します。おお、好久没来呢。对啊。那我可以坐。你就跪着啊！你们日本人不是爱跪吗？也是啦，对啊，但那边不是台日本，是台湾的。但你已经回日本那么多天，你应该习惯跪着、啊。也是，你让我跪一下。啊，是是是是是是是。好好好好。干嘛？是欧米亚给吗？啊，这个是对我欧米亚给你。哎、啊，对对对，打开一下嘛。对啊。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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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欧米亚给你。你看这个盒子这么漂亮。欧米亚给都非常便宜，这个是非常贵的呢。你看，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看，谁要你的照片的、啊？不是我的签名照，不是照片，是谁要你的签名照、啊？怎么那么珍贵嘛？谁要你的签名照、啊？是的，不用嘛？你看这边这么多照片，我可以放在那边的。我们有十万订阅，你有吗？还没有，还没有。但国信卫视的有啦，国信卫视的有啦。对啊，哪有那么不要脸送自己签名照的、啊？要摆哪里啊？这边呢、啊？你看这个，啊，你自己摆，那个圣座上那边旁边好了、啊，你自己摆，你自己摆，好好。那玉所为什么是台湾的？你不是从日本回来？你日本有福德政审哦？这个是上次那个去外景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们的，所以你很没有诚意，对不对？没有，这边有诚意嘛？是不是？台湾好吃惊，你真的让我好吃惊，我以为是日本玉所。有好资金吗？这台湾的福德政审玉爽，对，有 surprise 的感觉吗？有，哦有，也成功，耶！孙总さん失礼いたしました。でもたかしのチャンネルももうすぐで10万登録です。頑張ってね。想要拜托你，我可以不要接受你的拜托吗？哎，可以，那可以听一下嘛，然后再考虑，好不好？可以不用考虑就决定吗？你因为你们制作单位又很穷，高志刚从日本回来也很穷，穷上加穷，找我没有好事。对啊，也是绝对没有好事。但是今天刚刚的像那种的，认识你不好，你知不知道？不知道。认识你很花钱，也是的。对啊，好说吧。今天呢，那个啊，你演那个《华灯初上》变态很好看。啊、真的吗？对 啊那我你用变态的方式跟我讲。好，孙总裁，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我想要一个新的西装呢，因为是我新的什么？西装。西装啊、哦。西装。西装。对对对，因为是我通常是那个外景很辛苦嘛。那西装不太热啊？太热啊，对啊。嗯。对。夏天你也可以穿吗？也是可以，但是我的角色是部长的，所以一定需要是西装，是不是？啊、然后要是比较熟时尚思想一点的，对，帅气的。这部长不够色，没有办法。真的吗？你在华灯初上里面很色啊？也怎样是色色吗？怎样是色色的？那你要等等，这个可以博君吗？这个可以博君吗？这个可以博君？不是这样说，哥哥姐，这个博君，这个可以博君。さすがスンゾンさん、自らたかしに演じ方を教えるなんてよかったね、部長。知道我有发给你，我说你演得很好啊。对对对对，是的，是没有错了、啊。太棒了，好，因为你《华灯初上》演得很好，同意你。哦，真的吗？对，带你去全大台北区最好的科技定制西服。啊，科技哦。穿那条内裤去一个太空舱里面，他帮你打样子。啊，我要脱衣服、哦。没人要看，什么意思？他要把你量得很合身呢、啊。啊啊，懂懂懂懂。对啊，他叫科技定制西服。哦，是这样子哦。对啊，日本人不懂了，日本你知道喝醉酒。也是啊，有酒就开心了。有酒就开心。对啊对啊，今天没有吗？是不是？你才送两个对福德正神的御手就要喝我的酒。嗯，然后你真的很会打算的。然后呢？嗯，因为那个是什么？不要跟我攀比，等一下嘛，对呀、啊，等一下嘛，因为从今天是从一大早做录影嘛，所以是我有一点饿了，所以孙总上给我吃饭好不好？孙总上好不好？孙总上给我吃饭好不好？坐好。好，不好意思了，没问题了。真的吗？我已经请 Ada 准备一桌饭给你。耶。真的，因为赖制作跟我讲说，你们真的经费很拮据，现在便当都买不起，所以我的通告费很低，他请你们一桌，其实我赔钱的。我妈妈知道你要来，她还要炒米粉给你吃。耶！台湾的炒米粉是今天有慎重的客人哦，真的？对啊，
スンゾン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ビーフン炒めをはじめテーブルいっぱいに豪華な手作り料理をご用意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とっても美味しそうですね。哇，高志，你今天看到这十全十美的菜，有什么想法？太兴奋了，我直接对啊。所以你说是台湾人会吃还是日本人会吃？这样看好像台湾人会吃，真的台湾人比较会吃啊。对啊，我要介绍我的好妹妹 Ada。Ada-san，你好，你好。Ada 来 ，Ada 今天都是你煮的，今天你要介绍高志吃什么？你的红烧肉。非常好吃，软硬适中。来吃一块。他吃的，他煮的。太厉害了吧？对。哇，你点哇，すげえ，你自己吃哦。会哇，哪像你们制作单位说啊，孙总你出一道菜之后，我们现在我们叫外卖，后来叫我，那孙总干脆煮一桌给我们吃好了。好不好吃？好吃，肉很厚哎，是不是？すごい口感很厉害哦。我们不怕人家吃，你今天在那个黑白切，我们一块，你要人家切三块啊。对啊，而且没这么好吃。本当本当に美味しい，真的很好吃。本当に本当に美味しい。第二个我们介绍它是什么？山东烧鸡，好不好？哪一个？这个。你说这个吗？要一点黄瓜，一点肉。山东焼き鳥とは一体どんな味なの？いただきます。对。这样吃吗？对对对对对。来讲一下感觉。うまい，うまい。是不是在你嘴巴爆开的感觉？好，可以。走走走走走。对不起，太好吃了呢。太好吃哦。对啊。给你十全十美。什么是十全十美？什么是十全？什么是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就很完美啊。啊，完美哦，跟孙总一样的完美，完美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胖了？对啊，慢慢圆。第三道要介绍高志吃什么？山东白菜。听说你不敢吃香菜。对啊。你为什么不吃香菜？就那个味道太特别了。太特别。对。那我饿死你，吃不吃？不吃没东西吃。可能会吃，但是我这个你一定要吃一点，为什么你知道吗？它是把味道提上来，没有香菜的味道。缺了这一点香菜，就会你香菜可以少一点，但是你要吃。好，你就可以感觉它的提味。香菜来，再一页，再一页，香菜再一页，再一页，你才会吃到味道。还什么啊？好了，我吃啊，这么大，很大的。你吃你就知道，你吃你就知道。来，真的吗？整口吃要一起咬。真的吗？不要吃。我吃好了。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真的很特别，不变，绝对不变，是不是？它香菜是把那个酸的味道提上来，是不是？是不是？香菜是变好吃。嗯，好多肉，阿金那里，すごい肉，哎，すごい美味しい，真的很好吃。你们，妈都弄。真的很好吃呢，怎么那么好吃？这是平常有钱人吃饭的东西啊！原来如此，你所以每天吃那这么多菜哦？不止，那 Ada 不让我吃同样的菜。啊，真的辛苦了。什么意思？没有，没事。没有意思了。続いてのこちらはたかしも初めて食べるそう。这个对我来讲很普通，但是竟然说你在日本没有吃过，它是皮蛋、咸鸭蛋跟鸡蛋下去蒸，台湾常吃的叫三色蛋。啊，有听过三色蛋？对，你们日本人不知道？对，我第一次看到，哎，就是这个哦。对，吃一口，哎呦，何これ？いただきます。好吃吗？何これ？所以回去就教他们煮，很简单。哎，哪里过来？像你们节目整个皮蛋这样吃，谁会这样吃啊？对呀，那多臭啊！但好吃啊！但是那软软的那堆，但台湾人也不敢这样吃。敢，但是没有人这样吃，那叫俗气。我们要弄成这样子，你懂吗？这个也会是。我们家的咖喱鸡一绝，我咖喱是买你们日本咖喱，不是。そうなんだ。这个。对。你看，我每次要拿菜呀，这样一定要粘起来的。你看，这个人家桌子大。桌子太大了啦，我觉得这样错。好了。文句言わず、早く食べなさい。いただきます。我見てでか、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いただきます。这是你们日本很高级的咖喱，他们叫苹果咖喱。我们家的鸡肉一定只能最多九分熟啊，错呢，因为九分熟咬下去才有汁，那全熟就太惨了。
啊，そうなんだ。太柴的东西我不吃。嗯。啊，美味しいね。最高です。最高。最高。もういいでしょ。不要再跳了。对啊，对。再跳就我难过了。难过？为什么难过？因为看了你跳吃不下去。这么不好看的，因为你跳普通，不是都啊没有，这没有不好看，那还好了。最后要让你吃贵客才能吃的哪一个？炒米粉，炒米粉，炒哦那么远，这是台湾人特有的啊，そうなんだ。对，吃饭跟米粉是不同的感觉。以前米粉贵客还有大白白，家里才会煮啊，そうなんだ。吃不到，为什么？看起来没那么高级的东西呢。什么叫看起来？哦，好好讲哦。麺の細さが程よくてですね、口の口当たりもとってもいいです。で、油っこくなくてですね、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ございます。中文。不用翻译，不用。中文。不用翻译了，不用翻译了。来，我知道你是翻译。不用，我说好吃。他说很合他口味，然后不会油，不会油，很顺口。只有这样吗？还有有甜点的味道。你好在这一句话，对，所以孙总决定让你吃，感谢，所以我们非常谢谢 Ada 辛苦了一个早上，谢谢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我们所有人是不是在享用美食？你说是不是？你们台湾好吃精去入影吃最好的，没有错，真的，每次都给你们乱吃，对，又没预算，什么西门町美食让我只吃那几个，谢谢孙总，还是冷的。那等你们先拍完，感谢六总，今天吃热的，好好好，谢谢大家，我们吃饭了，谢谢。CM の後、孫總さんがついに怒る、一体何が？来玩台湾好吃鸡，孙总好吃鸡。粉丝们看得还喜欢吗？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国新卫视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孫總さん宅の豪華手作り料理をいただいた後に、いよいよ部長の新しいスーツを作りに行きます。その前に孫總さんもオーダーメイドで作ったというスーツに着替えるそうです。一体どんなスーツなのでしょうか。你自己来干嘛？不行吗？不用帮忙吗？不用。部長何して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は着替え終わるのを待ちましょう。日本第66届首相德隆纯一郎。キャーお似合いです。谢谢谢谢大家，我也好好的为我们日本国政好好努力。哇，好帅哦。但是你是首相吗？我要去见天皇。啊，见天皇。你不觉得你们都有常看到这样的衣服吗？哇塞，很漂亮耶。对啊，很帅耶，真的很帅耶。哇，真的很帅耶。这叫你们的朝服。嗯，真的很帅耶。对啊，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现在看起来呢，我就像日本首相，他就像一般大众的庶民。所以我要带你去爱素楼，好，要帮你定制适合你的西装。好，好期待哦，真的很期待，对吧？真的很期待。オーダースーツを作るべく番茶屋で待ち合わせした2人、一体どんなスーツができるのでしょうか。さあということですね、私現在孫總さんがスーツを作ってくれるということで番茶屋に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楽しみでございます。あ、孫總さんもやってきました。とっても楽しみですね。あれ、違った、孫總さんじゃなかった。孫總さんこっちですね。あれ、ちょっと孫總さん、怎么那么慢。快来快来，你很笨的，你还开前门，老板没有坐前面的。被发现了啦，被发现了。爸爸，赶紧搬，赶紧搬吧！哦，是哦，我想要西装呢。不能走吗？不行，还没做好，节目也还没录完呢。哦，对啊。孫總さん、のろまなたかしのためにスーツを作って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科学技術を使って作るスーツなんてかっこいいこと間違いなしです。さあ、いよいよお店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よ。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キャーン、イケメンな店員さんたちがお出迎えしてくれるんですか。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哎，这是老板对不对？啊，老板你好，叫伟伟，是我的学生，这是店长。你好，店长随便也比你高这么多。对啊，这是二楼店长的。二楼店长，对，你看你站在中间，谢谢，站在中间。怎样？你不适合在这里上班。I suit 又矮，又矮又不帅。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不敢干爹了。不好意思，お二人とも喧嘩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よ。伟伟，我们要送他一件西装，没问题。因为部长，穿这样叫部长，也真的啦。我今天穿你给我的衣服，我叫什么你知道吗？社长。错，德隆纯一郎。从小就受到他们日本的影片的熏陶，从小那是你看 A 片啊，是哦。老大，我想的是 Hero 绿色英雄。你乱讲，现在叫饭岛爱。没有，现在打饭岛爱啊，你碰你了。副社長さんユーモアがすごい。でも今日は部長のスーツ作り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ね。所以我想要做一个那个新的西装。没问题，而且给你特别的，又有机能性的，因为我看过你的节目，你什么动作都要做。哎，对，对不对？还有什么机能性？哈哈，等一下上去就知道了。上楼。OK, go。こちらのスーツはすべてオーダーメイドなんです。啊，专门的。你去日本有去过吗？我没有呢，怎么可能呢？这么丑，没办法去呢。所以呢，喜欢。孙总买给你，有，感谢干爹。孙总挨数的副总在，喜欢他叫副总送给你，感谢副总。叫韦小宝，韦小宝不是啦，叫韦韦啦，我叫韦韦啦。韦韦，空气西服的副社长でもあり。プロのカメラマン。他是我 EMBA 的学生，他对我非常好。啊，そうなんだ。因为又是我的铁粉。啊，そうなんだ。那个贴图都有买哈。买孙总推荐之人做公益啦。我还送我老婆，然后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要送他。没有，开玩笑。这段可以拿，才花你60块。好。计较。那微微说，我今天想要做自己的西装。没有问题，做属于高智自己的西装。好，做属于贫穷高智属于他的西装。好，店长，帅气的店长。どんなスーツがいいか、まずは雰囲気を見るために何着か試着をします。我这个很漂亮呢。你有看华灯初上吗？有。那个变态的他。对，就是我。真的？看到想到了，想到了，你真的不知道？不要来了。わかったから、ほら、たかし、早くスーツ試着してください。本当に。哇。怎样？真的好看耶，真的吗？那就这个就好了。你看你肚子不见了。我本来没有肚子呢，可以看一下吗？真的好看。哦，真的还蛮帅逼了，真的很蛮适合哎。我自己觉得真的怎样，大家？他穿300块好看耶。对啊，那就这个就好了。来，还有吗？特别，来，再来，还有特别。其实高智算衣架子哎。对啊，好了，店长再拿一套。还有哦，哇，这就属于年轻的，而且我们很特别呢，很年轻的，还加帽 T， 还加帽 T， 对，运动风，哇，这个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对，他们自己，还有这个没错，帽 T， 弹性布料，弹性的帽子还可以拆掉，很适合高智，再试一下，再试一下，来，那下一套。你看衣服一脱就知道他这件 T 恤多么廉价，穿了4年，哇 ，double， 那个是 double， 不要金装，你一穿就像人哎，什么意思？你穿的像人，像人。台湾有一句叫做“搞起沙笨狼”，很帅的人穿了变猴子，不是，是猴穿衣服变人，我真的都听不懂，好，没关系，好，对，我原本是猴子的意思哦。你是帅的猴子。等一下，我想学，认真学，想学西装的。好，你觉得我让你不认真吗？我送你西装，这个是坏掉，我要被坏掉，坏掉。来，台湾好吃惊，孙总好吃惊。孙总さん、怒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たかしも冗談はほどほどにしてくださいよ。早くスーツを選んで。颜色这个蓝色的好像。比较好，你蓝色好像还不错。对，蓝色比较好。对你来讲，好像比较有青春的细腻。而且这个里面也是这么豪华，因为跟别的西装店不一样，它是里面都摇。对，这个错了。所以你除了选外面，还要选里面的摇布。对，裏地まで自分オリジナルが作れちゃうんです。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很漂亮，对，比较适合你。对，这个很漂亮。
没有，应该要有点变化。如果只是这样子，不算高知部长，不像。那我可以选布料？布料吗？对，真的很多哎，刚刚超多的哎。像这个颜色就适合，就类似它了。是这个一样的吗？但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段布一样，其实不一样。我们找一块类似的，然后因为你是外景长袍主，是我看的节目，对，特别为它设计一套，就是我们刚刚试穿的第二件有弹性，就是为它特别量身制作，没错，要有特色。要有机能弹性，又要符合高智，帅帅的，好不好？来了，帅帅的是错误的，前面好，没问题。我拿给你们看第二件弹性，有没有？刚刚的颜色太重了，对，所以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话，我觉得就适合它，因为你看它身上如果变成这种机能性布料，好像再淡一点，对不对？对，就完美。像旁边这里，我们就让它年轻化一点。我会觉得把它接成灰色的，因为这蓝色配灰色才好看。它不能再就是配什么，比如说你看像那绿色什么那些都不搭，好，这个我相信，我就尽量帮你找这一个颜色类似它的这个颜色，这个很漂亮，这个属于高质的色，对，很漂亮，但是做成这样要有高质特色的机能系统，这个真的很交给我们，好贵。好，等一下就是3D 量身，你要3D 量身是脱了只穿内裤哦，没穿内裤也没关系，真的吗？会拍出你的大小，真的吗？真的，真的拍得出来我的大小，它拍不出来，太大。可以看一下吗？对不起，你是变态。对，然后再来那个排行榜，好，目前第一名就在你旁边。你卡真的？那我应该是第三名，是不是？没有，倒数。倒数。我本来猜不出来，因为我一进去就把三羊已经撞到有点那个移位了。所以呢，等一下进去你要小心。各位看一下，好好，我的翻白眼翻到哪里去了？翻到屁眼。来，再看一下，我学孙总翻白眼厉害。好，我们下三八哈。那我们就坐电梯下去喽。好好好。摇滚还是好玩的，好不好？走吧，走吧，摇头摇头。初めて聞く空気量身とは一体何なのでしょうか？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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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邪魔します。帮我站进来。好。好，那你先帮我把鞋子脱掉。好 ，OK。好好好。好，那你手机刚刚有下载一个 APP？ 是这个。对。吗 ？OK， 好，借我一下。哇，实力特别，每件都特别。你等下量的时候，帮我把双脚站在这个脚掌大小上面，然后看你的脚掌抬上去。OK，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靠这几个红外线去帮你做丈量。OK， 在这边。哦，脱完鞋，实力好。然后它会有你身体的模型。那你帮我脱完衣服之后，你在里面吗？我会出去。哦，我不会，不要紧张。等下这个可以锁我们，对。好 ，OK。然后你等下照了他的指示。好 ，OK。好，就这个閉めますよ。ちょっと見ないでくださいよ、皆さん本当に。やめてください、見ないでくださいよ。じゃあまた。な、なんかあと透明で大丈夫です。じゃあ見えてない。はい、じゃあちょっとやりますよ。やります。何してんだよ。何してんだお前ら。ダメでしょ。本当に。ちょっと鍵閉めるわ。鍵閉めます。すごすぎます。カメラに向かって数秒で採寸を測り終えちゃいました。一体どんな風に結果が見られるのでしょうか。楽しみですね。这个就是你的3D 模型，然后它可以旋转，你可以看一下你的3D 模型。哇，すげえ見て。哦，哎，我蛮大的耶，你看。看不到。看不到吗？你把它放大一下。好。这不行放大啦。还要放大？这不行放。对，不行放，不行放。是的，是的，没有这么特写，对对对，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这个很快呢。对，这个是有你的尺寸，对。然后有些人他们可能之后事后可以去买衣服啊什么的。这还蛮方便的，可以用的，对，这可以用，就两三秒就那个量好了，对对对，真的很快。我们师傅在制作西装就会参考这个身形去定制，对，可能有一些肩型啊、手臂的粗度啊，参考这个会很标准。なるほどね、これでも本当すごいですね。言語もしかも日本語で対応してるから本当にすごい。好，谢谢谢谢谢谢。測り終えたところで、スンゾンさんと副社長さんへご報告へ行きます。我就凉了呢。我想跟店长聊天，我不想跟你聊。我已经盘了。你看我的凉这个。哇！是不是？等等等，我拿眼镜，我看不到东西。哎，有呢，超大的呢。哎，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这个很厉害，就马上两三秒就。日本没有吗？好像没有吧？是你不知道。对。你多久没做西装了？哇，顾博做西装啊！我人生第一次做西装呢。我人生第一次做西装。台湾好吃惊，对高知真好。对啊，是我对他好，是艾顺对他好，
所以三十天后，他的衣服就会做出来了。好，三十天后我们就看到高志穿什么衣服代表台湾好资金。嗯，代表台湾。对啊，以后你就要穿那一套出去访问人家。哦，也是的。你怎么？是的，我知道了哎，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有没有怎样？为什么钱这么少，要录的这么辛苦？既然我讲了半天，我的主持人不知道啊，你在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了。我好，我一定会穿那个内套去外景好了。好，穿内套的啊，你不要穿的那么勉强，可以不要穿。会有，可以穿四年的内衣啊。没有。好，送他走，送他走。OK， 我们三十天后见喽。好，走，谢谢，谢谢。ウェイ副社長がタカシのために特別に選んだ布を使い、デザイナーさんが魂を込めて作ってくださいます。30日後一体どんなスーツが出来上がるのでしょうか。楽しみ。前回ですね、採寸測っていただいて30日が経過しました。ということで私こちらまた再びアイスーツやっていきました。さあ、ということでね、スンゾンさんとラオバンがもういますんでちょっと行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行きます。一体どんな仕上がり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 CM の後、ついにオーダーメイドスーツ完成。ライドシェイシェイ。对了，还有台湾好资金有 IG 跟 FB， 也欢迎大家的追踪跟安个赞哦。孙总啊，已经在上面等我们很久了。好，上面已经待七天了。不是啦，不是那个上面啦哈，是他已经在我们二楼上面。二楼上面了，等我们了。那个孙总是那个认真的，好像孙总哦，对，就是他，是真正的孙总吗？お二人さん、また怒られますよ。啊，哦，日本人，对对对，日本人，对对对对对，高志，对对高志高志高志，好刺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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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衣服出现了，来一个，哇，哇，すげえ，专属衣服，めっちゃ綺麗，你看，机能的，哇，すげえ，而且那个是什么？你特别设计的，这个，而且断袖之癖，哇，すげえ，かっこいい，しかも，这个是拉链的。这个拉链哦，还是贵国的 YKK 的拉链，我们不用便宜的拉链。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只有外套，我只有燕尾服，他还有衬衫。真的，感谢。他还有哦，比较贵重贵重，而且他的衬衫还做暗扣。他还有裤子。哇，直接红的。为什么？很贵，而且有这个也有这个。对，哇，都是这样的身材。然后这个没有啊，比上一次的更好看一些，就是我们在改良设计。这边的布料呢，为了它的弹性布料特别去找的，因为之前的弹性布料比较没那么弹，去找网状的弹性布料，越来越弹。这衬衫也是弹的，真的。哎，全部都弹，所以让你弹到。太厉害了吧？为什么没有？因为好，这段先剪掉。为什么我没有？你找我？为什么我没有？没有。那我可以穿看看吗？好了，给你试穿。好，有事。OK， 来，笑。OK。果たして着心地はどうなのでしょうか。完成しました。哇，帅哦！帅哦！どうでしょうか。Oh my god！ どうでしょうか。Oh my god！ どうでしょうか。高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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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帅，都帅，都帅。哦，这怎么这样？怎么那么帅啊？很帅，有点大明星的感觉。大家谢谢。皆さんどうですか。このスーツを着てこれからも台湾中を走り回っちゃいますよ。かっこいいスーツを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拉链的设计，我们取代的扣子，真的好看。有没有？里面给它做暗扣，然后呢，整个背面它延伸到这里。哎，身材好，状况佳。延伸到这边，它的弹性布料，包括它布也弹性，这边都弹性。OK。好，这就是我们最新帮高志设计的外景，它可以使用的服部长服。耶！孙总さん、高志部長に素敵なスーツをプレゼントして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るとここで孙总さんのお知り合いが登場です。你是部长对不对？对。我现在介绍台湾最年轻的老板给你认识。本来好。哦
对，贴在屁股上的面膜，我们除了外在要美之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很美。来，试个颜色哦。蓝色是什么？蓝色是保湿的，它是蓝色，想到大海。粉红，粉红是紧致的，想到少女的紧致。绿色，绿色是草本，想到看得到。黄色，明亮，想到什么？要美白。对，所以呢，我为什么跟说爱跟爱数有关？现在不是要结婚吗？结婚不管新郎新娘都应该推臀膜，臀膜保护你的臀，就跟面膜一样。哦，对，他现在才20岁哦，他自己贷款70万，自己自创品牌，哇，厉害！所以我才觉得我想帮忙，一定要帮。我没有见过这种不怕死的小孩，所以呢，店长可以试试看，高志回去也可以试试看。好，有没有这样子等搭起来？我觉得已经非常完美了。对，我觉得还不够完美，不够完美是哪？贴上去才会完美。哎，好巧，我现在还贴着，我正在贴着。对，我把眼睛翻到屁。开始拍，一二三，好。高志，嗨，哦，开心吗？今天很开心，真的。一辈子有穿的这么开心吗？对啊，没有嘞。要谢谢艾顺，对不对？对啊，真的感谢，真的感谢。但是，感谢，美中不足。美中不足，孙总一定要让你惊讶，呱呱叫。这个是给你的锦囊妙计。你上了车之后，里面有一个地址。你照着地址去穿这套服装去，你在下楼的时候，它会让你人生亮起来。哇，里面有秘密，秘密，对，是什么秘密？要接着，感谢，好，李明翰，谢谢，阿六在这里。今天非常谢谢艾顺，我们来看高树呢，最后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是好是坏？今天有高字，我刚刚高字没有，你们后字打就好了。高字，对啊，后字做的，哎 ，YP 都一样哎，连后字都烧了，我的天哪，那个剧本全撕了，哇，快疯了，就录完了，耶，那我过去了，谢谢老板，谢谢。続いて孫總さんが高瀬部長に用意したサプライズとは一体何なのでしょうか。とっても楽しみですね。早く教えて。さあということで皆さん見てください。どうですかこの新しいスーツ。新高瀬部長、まあ、ターザンかも、ターザンかも、社長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けど、ということで孫總さん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ね、そしてスタッフの皆さん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特にナナミ、お前のおかげで本当にもうちょっと何これい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表現してんだよ。ハグはいらない。ハグはいらない。あ、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後で撮っておきます、夜にね。はい、ということで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ね、もうね、ということで私今日ですね、今ですね、このね、ミッションをいただいてますんで、この中にね、なんかちょっと場所の住所が書いて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アベンコリャンリンジエラリエラだから、それシェイシエだ。孫總あ、孫總さん教えた。あ、孫總さん教えた。え、さっきもらったばっかりじゃないですか。もう忘れたの？ここということで、ちょっとじゃあ中にね、入りたいんですけど、誰かいるかな？こんにちは。はい。こんにちは。あ、はい。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小编，地址是这吗？哦，对的，对的。啊，好。你好。我刚刚在那个孙总送给我一个西装，然后他是说那个这边有一个。惊喜 surprise 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有，他之前就有定制要给你的礼物。啊，何があんの？ちょっと楽しみな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有一点热，有一点热，我们都不是进来吗？进来，ちょっと入ってます。デザイナーガオチャンロン、蝶ネクタイをはじめブローチなど、そのデザインの幅は多岐にわたる。ちょっとお邪魔します。皆さん、这边是你的工作室吗？对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你的作品哦，是，这个也是吗？这个是给妈祖娘娘戴的。哈，嘿，也太漂亮了吧！見て、すごくないですか？何これ？妈祖的凤冠。对，对对对，那不同的妈祖会有不同的需求的设计。そうなんだ。那这个的特色是哪里的？这个特色的话，就是它是一只单凤凰，然后呢是粉红色的帽子，外面比较不会看到的设计。そうなんだ。这是这样子。哎，これは何？这个是那个黄金吗？这是铜片。啊，铜片なんだ。哎，でも綺麗じゃないですか。めちゃめちゃ綺麗。しかもね、これ一個一個すごい細かいんですよ。え、这些雕刻也是你做的吗？啊，它原本是一片一片的零件。啊，そうなんだ。めちゃめちゃ綺麗ですね。那你有其他那个作品吗？有啊，有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哇，すげえ見て。龙。哇，なにこれ？你做的？对对对对对。え、なにこれ？何を作？え。可以摸吗？可以摸。哇，すごい！何？
它是一片一片组合起来的。いや見て本当に細かいっす。すごい綺麗にこうくっついてて、うわ、しかもベロもある。見て、すごくないですか？这是怎么做啊？一般的铜片啊，这样子慢慢叠出来。啊，就是叠哦。对对对。すげえマジめちゃめちゃすごくないですか？これで、しかもこれもものすごい細かくいろいろこう作られてて、え、那你做这个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多久啊？这一次大概做了一个多月。诶，是想要想很久，开始想，对对对，然后做出来就一个月。哦哦，也是要庙要用的。对对对，要做神明的披肩，嗯，要把它放在肩膀上的。啊，そうなんだ。え、あれって手作りなんだ。纯手工。そうなんだ。也太厉害了吧。え、所以你曾经做过几个这个龙头？还有另外一只更大的。啊，そうなんだ。你看到一定会很 shock。还有一只更大只的哦。怎么那么喜欢龙的？哇，那你过来。うわ何これ、うわ何うわえ見て、うわ見て、え何、しかもなんかえ何これ、ちょっと待って、这个是汤匙。スプーンだ。スプーン。那个是セブン什么那些的吗？哦。你哎什么意思？它是做一个披风。はい。对。来我帮你弄起来。どうやって着るのでしょうか？うわ何これ、すごい。うわ見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立って。うわ見て、すごくないですか？ちょっとこう高貴になった気分というんですかね。でもこれ这些都是汤匙。汤匙。セブンだ。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好找不到这个鳞片的素材，然后又看到国外设计师有可能用过这种汤匙叠加的设计。へえ、そうなんだ。いや特別すぎますね。これすごいですね。この龍の飾り、龍波先生絶対好きそうですよね。先生次回これ着てロケ行ってくださいね。神様の装飾以外にもアーベンさん他にもいろいろな作品があるんですよ。这你专门做龙这些鲜明的东西，所以没有做其他的。其他的也有啊，其他的话就是比较时尚的饰品，跟领结、帽子。啊，そうなんだ。领结、帽子那些啊，那些吗？哦，对。哇，很漂亮，可以拿起来。可以拿起来看，没关系。哇，見てこれ。これすごいっすよ。見てください。めちゃめちゃ綺麗だし、可愛くないですか？ちょっとここ置きますよ。見てこれ。是不是サラダピア？啊，它是。哎，不是蛇的皮吗？不是，它是特别印花的仿皮革。印花的仿皮革。对。哈，めちゃめちゃすごいね。なんか、でこれは何？これもしかしてさ、啊，这个也是。これ馬でしょ？金馬奖的。金馬奖的。所以你给艺人有戴过？啊，谁呀？黄子佼。マジで？对。所以这个是他戴过。有戴过的。マジかよ。すごくない？どうですか？黄子佼比。我哪个比较适合？不好不好，我也想你也想吃了。好，你要入围金钟奖，嗯，对，才可以比起来。再帮你做一个。好好，那我再努力一下。好，没问题。那你有其他的这种的作品？有啊，像我们上次做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台北电影节的主题设计。めっちゃ綺麗。嗯，因为它是以蓝色系为主嘛，然后有一点蝴蝶的主题这样子，然后去做一个构想是这样。めちゃめちゃ綺麗だわ。这样可以那个挂在自己的家的墙，可以可以，是真的一个是艺术品的感觉，真的很漂亮。哎，孙总上也是戴一个那个领结，然后有眼镜的那个也是你做的？我做的。哇，那个很特别呢。每个领结的主题不同，运用不同的饰品或材质哦。对，那搭配的衣服颜色再去做创作。那为什么你想到那个领结上面要贴眼睛？构想其实是来自一个埃及，那种真理之眼啦。啊，なるほどね。嗨嗨嗨嗨。然后因为我用的皮革也是金色的压纹。啊。对，就有点像埃及风。啊，原来这样子哦。所以是领结，那还有其他时尚的？其他的话，时尚就是周杰伦版的皇冠，或者是帽子，比较立体式的东西。哇，すごいっすね。これ真的是周杰伦。哦，周杰伦那个在他那边的。真的。对。なるほどね。还有这个皇冠。这个也是。嗯，这是以那顶专辑帽子去做的。好。原本的皇冠。
他代购的、啊，对，因为他上次戴的是半罩，然后加在帽子前面。哈，嗯，那这个是我做的一整顶。啊，そうなんだ。めちゃめちゃ綺麗。どうですか？これ被って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だよ。これから行くのもあり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ロケにね。どうですか？似合ってますか？はい。ということで。え、でね、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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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刚才那个孙总想说，这边有给我一个惊喜。哦，有。是他很早就预约了。啊，真的、哦？对，他说他送给高志的。是什么东西？我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啊。果たして孙总さんのサプライズとは一体？スンゾンさんが2週間前から予約をしてくれていたサプライズとは一体何なのでしょうか。ついに登場です。这个是两三个礼拜前スンゾン帮你预定。マジで？うわ、ちょっとこれ見て。 TK って書いてある。めちゃめちゃ可愛くないですか。え、ちょっと本当嬉しいわ。スンゾン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タカシでしょ。对对、S、还有另外一个 S。有，ある よ、あるよ。マジか。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え、ちょっと本当に可愛いこれは。对对。真的很可爱。很可爱。え、谢谢。高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礼物。何？就是胸针。え、何これ？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れすごくない？これすごくない？专门为好吃惊设计的。哇。これ本当にすごいわ。胸前所以放在这边的。对。哇，めちゃめちゃ可愛い。綺麗だし、一個一個ね丁寧にちゃんとくっつけられてて、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ねこう立体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よ。キラキラして、多分こう光に当たったらちょっとキラキラす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え、めっちゃ可愛い。あ、これしかもロゴのロゴでなんか眼睛。哇，可愛い。めちゃめちゃ可愛い。え、这个也是。专门帮你设计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我要等一下，他还没做好。啊，说了，对，等一下会帮你完成另外这个旁边的部分。啊，还会好画一点。对，会更漂亮一点。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ありがとう。孫總さんも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アーベンさん、蝶ネクタイとブローチの最後の仕上げ作業に入ります。一つ一つ手作業で行われるこちらの作業。部長、オーダーメイドのスーツに世界に一つだけの手作りブローチと蝶ネクタイ、贅沢すぎますよ。スンゾン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僕多分人生で初めて自分の蝶ネクタイがつけますね。人生で初ですわ。どうですか皆さん、いい感じな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おしゃれ。最後にこちらの豪華なブローチを胸元につけて完成です。本当に素敵です。豪華です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皆さんどうですか。初は1位でしょ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杉野さんも本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すね、今日ですね、1日ですね、かけてスーツを作った。1日じゃないですね、もう30日かかってます。30日かかってスーツができて、でこのねブローチとこの蝶ネクタイも作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た。皆さんもですね、ぜひねこの僕と同じようにですね、この初は1位なスーツ、そしてこのブローチ、そしてですねこの蝶ネクタイです。蝶ネクタイをね、皆さんもね作りたかったら同じように作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皆さん今日一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嬉しい。最後はジントに向かってバイバーイ。看完节目还喜欢吗？喜欢的朋友们，如果有话要对我说，也在请在留言哦。